亡者往生后不到八小时，有人用内功从亡者脚下一直推动至头顶，意思是助亡者神识早日从体内脱出。请问这是真的吗？对亡者有影响吗？最好不要用这些啊！为什么呢？除非是亡者要学气功的，他要不学气功的时候，他对这个会很厌烦，他厌烦就会起嗔恨心啊。那临终起嗔恨心就会堕落到啊，所以这个不好啊。人在临终的时候，让他安安静静。在旁边念佛帮助他，念佛是提醒他，希望他跟着念，希望他想到这个求生净土，想到清净阿弥陀佛，用意在此地。